看看媳妇藏的啥，等一下好给她拿下。这下老公就看不出来了。有我在你还想藏东西，那不是又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吗？啊，真香啊。幸亏这藏的是鸡蛋，要是猪蹄我得啃半天。吃完了咱也懂礼貌，再把哈密瓜盖回。老爸整天和我们抢吃的，难怪脚这么臭，差点给我熏晕在桌子底下。这个猪蹄放进去给老妈吃，让她好好馋一馋老爸。老公，闺女吃饭呀。今天做什么好吃的？煎只饺子。嗯，那你看你现在懒的，饭也不知道切下，摆盘放桌子上。吃完饺子再切啊。吃完饺子再切。那你拿来吧你。拿来吧你。你闺女还没吃呢。你做这么点够谁吃的啊？行，又开始饭吃独食的毛病了。那关键留着自己吃吧啊。妈妈，等一下，等爸爸吃完了，我们再吃。行，宝贝。你这人吧，连孩子也抢。早吃晚吃都一样，谅你也搞不出什么新花样。啊，真香。让我吃，我还不吃呢，不蒸馒头争口气。一会吃我自己的哈密瓜。这么多鸡蛋一会全都是我的了。你快点吃啊，我们等着吃好吃的呢。熄火了，我叫你疼啊。真香。可算是等到他吃完饺子了。真香。店家们可不想好人呢。你说完了？吃完了。那等会儿可不要流口水啊，这里边有好吃的。吃你的瓜皮吧，我还流口水。我这里边有十个鸡蛋呢。等等啥？鸡蛋怎么变大肘子了？你别笑，肘子。真香。来，姑娘，一会儿让我吃点。这是我的，让你抢我们饺子吃。哪里来的肘子？真香啊。还想拿鸡头来套路我，幸好我早有准备，等一下给你一个惊喜。我就说买的猪蹄怎么不见了，既然这样那我就先下手为强。今天也不藏了，先吃到肚子里再说。啊，真香。干饭文，干饭都是人上人，今天干饭你不狠，明天就干不。筋道软糯的猪蹄啃着最香了。啊，真香。等我吃完了猪蹄再喊他出来吃饭，必须给这个爱吃独食的家伙好好上一课。店家们可不想好人呢。老公吃饭啦。来了。来，老王，今天这大份饺子给你吃。我不吃，那么大个鸡头如果我连垫都垫不住了，我吃这个。那饺子留着自己吃吧啊。行，那你等会儿可别后悔啊。
等一下我看后悔的是你吧，我怎么可能会后悔。这你别笑，妈真香。可得看好我的烧鸡，不能被老婆抢走。等他吃饱了，我再拿出来馋一馋老婆。这年轻人。妈真香。吃快点吃快点，耽误我吃烧鸡。你吃完了吧？吃完了，那该我吃了啊！你可不要流口水哦！等等等等，别！不可能！猪蹄呢？绝对不可能！猪蹄被我吃呀！啊！我还给你准备了烧鸡。What？ 烧鸡？来，我吃。谁让你藏好东西？一会儿。真香啊！先给吃独食的老公配一杯红酒，来点柠檬，整点芥末。老公，老公吃饭了，都吃。哇，今天吃这么丰盛，海鲜大餐了。老婆还给我倒杯红酒，真好。这顿饭真不错啊，还有我最爱吃的鲍鱼。哪有吃饭这样吃的？今天做这么多还抢，一个一个吃，一个一个吃。熄火了，不叫人疼啊！干嘛呢？嗯？妈真香！哎，不，你放哪？等会儿再吃。这么大的龙虾，一会儿我自己吃。他还是改不了吃独食的毛病。我送你一杯酒来，干杯。等会儿再吃，我还没吃饱呢。等我吃饱了再喝啊。先暂时放过你，等会好好收拾你。哎，老王，这虾都你了，把我也关。赶紧让老公吃饱，看我怎么收拾爱吃独食的老公。吃虾，蘸点这个生抽吃。嗯，味道特别鲜。我倒要尝尝看这个味道有多好吃。嗯，这个虾肉蘸上这个生抽吃啊，好鲜啊，不像之前吃的只有咸味儿。蘸着这个生抽吃这盘虾都不够我吃的。嗯，好吃吧？嗯，真鲜。妈真香。快点换。等会看你还能不能笑得出来。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妈真香。咱俩分着吃。为什么分？这时间拿到了谁了？太好，我眼疾手快，大龙虾也是我的了。这小子欠打。妈真香。海鲜蘸这个薄盐生抽吃真得劲。在家吃海鲜大餐的感觉真是太幸福了。吃饱喝足了吧，该给老公敬酒了。中秋节了，咱俩敬大家一杯酒。行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阖家幸福，团团圆圆。来，干杯！完了 ，BBQ 了，完了！哎、这你们什么呀？这是？真的是太过分了，还想用骨头套路我。你别笑。爸爸妈妈吃饭啦。来了。爸爸，今天你一定要相信我，鸡腿饭给你吃。又想套路我是不是？还鸡腿饭，我看鸡骨头饭还差不多。来换一下，我吃这个螺蛳粉。爸爸你不吃呀？我不吃。
我都看到了，这里有鸡蛋。这是闺女专门给你准备的鸡腿饭，那你留着自己吃吧。这里面，咦，八个鸡蛋了。哇，嗯，啊，真香。嗯，这还让我选了个好的。啊，真香。嗯。那妈妈，我们先吃这手剥笋，等爸爸吃完我们再吃。行，宝贝。你们就等着吃鸡骨头大米饭吧。嗯，啊，真香。嗯嗯，爸爸，看着你的鸡蛋好好吃，让我也吃一个吧。打他，来。你这小子欠打。什么人呀你？不让我吃也就算了，连女儿都不给吃，真的是太过分了。女儿不会真准备的鸡骨头吧？真是鸡骨头，他还不相信。酸辣过瘾的螺蛳粉，说起来真得劲。啊，真香。还是着看得见吃得着的东西才最实在。爸爸，你吃完了吧？啊，吃完了。妈妈，我们一起吃啦。闺女，这都鸡骨头饭。真的有鸡腿啊？来，闺女，咱俩吃啊。哎，你是我们的。给我留一个呀，放上去了。给妈，你干啥呢？妈，我就想让你尝尝龙虾。尝啥尝？我儿子还没吃呢。那行，我就叫你儿子啊。婆婆真是三天两头的变，也不知道她这回想干啥。妈，你儿子还在玩游戏呢，他让咱俩先吃。哎妈，你吃吧。婆婆平常对我都挺好的，还给我放了那么多鸡蛋，这个龙虾真是诱人啊。妈，真香。妈，这龙虾你先吃吧，等我让儿子吃呢。看来这次吃饭是要惯着他儿子了。老公，赶紧来吃饭了，饭都凉了。去拿水，玩完游戏就过去了。妈，你看看，别管他，等会儿有办法收拾他。总感觉婆婆哪里不对，想不明白。我也好想吃这个大龙虾，给眼前放着太馋人了。哎妈，这龙虾肉，别让我儿子听到，你吃吧。哎妈，你吃吧，你吃吧，你辛苦了。原来婆婆都已经偷偷放我碗里了。谢谢妈。终于吃上了大龙虾，真是太幸福了。啊，真香。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这个小火锅配料挺多，吃着过瘾。真香。妈，真香。妈，我吃饱了。吃饱你先走，等我让儿子来刷碗。那我先走了，妈。婆婆终于出手治贪玩的老公了。儿子，还在这玩游戏呢？来，快点吃饭吧。这你别笑了。吹吹吹吹吹吹。哎呦，有大龙虾呀！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？这怎么能分享一天天玩游戏？